我们来了，你可以在这边拍所有的名人哈。The blue wall turn right. Okay.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You will end at the Marble Hall. So after the boat ride, there'll be a photo booth. You scan this on the machine to take photo. Oh, yeah. Take photo. Okay, okay. And your ticket you need to scan at the Marble Hall. So Singapore.Bollywood 的明星啊，拍 movie 的地方呢，这是在拍 movie， 你看到没有？呀、yeah. ，哎，这个是什么？新加坡的哈？真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好像觉得是假的吧。Your journey starts here. Let's go.哇！你看，已经有人在欢迎你啦！你看他坐着像不像？像不像？超级像哈！来啦 ！Too much noise。好，可以开始。哦呦，再来，再拔一次。哦，哦。呀，以前的 theater， 我以为是真的人。京剧，这个是小印度庙。
这是 Chinatown， 有舞狮。哦。你当然要过来帮我拍一下东西啦。李光耀是我们的前总理，李光耀。我在拍照片呢、啊。看，哦，哦，哇，哎呦。哇，那个人跑到另外一边。舞池。啊，来了功夫，李小龙，李小龙。你学他的姿势，我来给你拍一张照片。你会学得到那个姿势吗？不是，你不是叫你打他，你的姿势学他，两个脚这样子。世界上最漂亮，跟我一下。Hello， 小盛，帮我拍一张照片。对。什么？会有水和有味道，会碰到你身上。真的？对。啊？啊 ，4D 他会把水和味道，你闻得到炒菜的味道，还有你吃的东西味道，还有大海的水都会泼到你身上。哪里？Video OK， 能不能进去 ？OK， 耶、yeah, ，好看，好看。